这个是有加二次成型装置的，你看它这个成型就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液体罐装，你看很满哦，这个已经很满了哦，看两个头，这样子的话罐装的速度就比较快，然后呢这边罐装液体的话这边是连到这里来的，回去的话你们想要做GMP的话就不要用这种管装。 热风，你看这个就是热风。热风的话呢，到这个位置的话呢，就是裁切。这里有那个技术的这一个装置，啊，这个在这里，好，撕不来一个起来。这里有一丝的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丝的，嗯，不是很难撕，但是的话呢，它密封性很好的，嗯。